朋友好，我唱一首潮州话的声诗，基督教的声诗给大家听。求主使我永远好福，比生命更有宝贵。我今朝此荒野路听，心愿直路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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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近主。我今朝此荒野路听，心愿直路亲近主。求主领我走完此时，因我不再如何行。坚定领我走回天家，今日我主不亲近，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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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领我走回天家。今日我主不亲近，有几句话，好像大家听清楚。人当时人生爱求福啊，但是有咩个福是永远袂改变的呢？人当长寿是福啊，但是人当生肖吼，如果活到一百岁，其实家己的老朋友，甚至家己的子女，都无到身边了。了一个人孤单啊，一百岁，但是点点生病，点点无卡碗，灯也是无咩意思了哈，也是靠靠做个艰苦。这个就那主是永远的福分，原来真正的福。是以一位使人生命，也是来拯救人界、拯救的耶稣主。是一位活的主，永远袂改变。你呾用一位奇妙的救主、永活的真神，来到甲人人生其他的物件来到相比呢，真是无可比啦。是咪？朋友、钱财、生命，同。是主所赐啦，不过唔是主嘅本性，所以朋友啊，希望你也是能够来欣赏这首歌所打嘅话，嘅心也是多想啦，一生行这条路，该又好又快乐，但是也学在艰苦嘅，哈、啊，是这条路，人正是希望世间人爱学习，做一个有智慧嘅人，爱认识。人只一位正话嘅听白，亲近主，亲近主，啊，真是好啊！另外一句叫话唱起来搞，上顶有感动嘅呢，求你带我行往这一条路，因为我唔在做你惊。人想咱家己好聪明好强，但是人良心真是行来行去，拢是交顶多。往地踏步，行来行去，还是交等以前以色列人到旷野四十年，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只个他大鸟我惊，因为我唔在做你惊。行去滴个，一滴鸟我归回天家，到天家到主嘅身边，永远甲伊做一个。然后我就想着四篇啦，二十三篇啦，大家都。可能有听过啦，如果无听过，我希望你也是留心听。这个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咱个人生有领导，有关心人界，有荆棘人界，有智慧界，是一位有能力界、创造界，也是学有这个可靠界。伊打过嘅话，就袂收冷顿嘅，袂骗人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伊使我躺卧到青草地上，
鸟娃都看我遐个嘴边，伊使我个灵魂受测，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二路，这个就用羊囝甲伊个牧羊人之一个关系来到表示爱人个主甲人个关系，你睇就好喏，咩个拢袂缺乏，也是有刻画个地方，能够。啊，多只个，静静个注意个片头，啊，注意爱改跨，注意也是使人个精神爱变得更加个轻松啊，使人也是能够一个人清醒个，也走一条正直个路，就好哈。你个人生着有志为主啊，你当话当玻璃，玻璃听着我今只个你打个话，你就可以。来到高等人达达，人中国人达达，降职乎天嘛，有天上之一位真活的神，人走投无路来求达达，天父啊救我，伊就会来拯救人噶啦。伊另外一段解话就是达达，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和我同道，你的掌、你的歌都安慰我。这个牧羊人呢，就挪羊的物件啦，进行了转给自己牧羊的掌，这样呢就是了多的啊，还是地羊转地羊多，我倒是啊，但来无遐清楚，但是伊就是有一支转，一支多转给。也是来到将自己个羊囝个交转来，多解来到做一个武器，来到将自己个豺狼来到乞讨啊！这个就那呐，人就做行过危险黑暗个路，其实人也家己会穿片，家己会行大路，但是结局都有好拯救，因为多自己为主一个有下面有安慰，那个人生。就有盼望。其实，咱个人生也有好侪危险啦，啊，当是一个世界当中有即个灾祸啊等等，还有寡样呢，就咱平时了就注意个。这样就是是一个爱害咱个恶者，是一个引诱咱个魔鬼啦。咱是无办法甲伊斗个啦，但是靠着耶稣。就可以享受伊个美福啦。另外就是咱家己犯罪啦，咱有罪性嘛，拢是爱上好个你无做，莫个咱你就去卡下下就去做。所以人生多人命有家己觉得小利个事，但是只一只主都能够救人出来，有下面个恩典，有微低个能力，伊更加胜过。一个恶者，是一个引诱人的魔鬼，所以这个最后就当多我的敌人名在你为我摆设营设，请人吃毒啊，请人做官的位啊，引诱过了人的头，使人的腹背满溢个，就是究竟可能可以增高自己变成一个贵族朋友，哇，直生直死，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请要主到亚华华的大当得到荣耀，这生的人生是有目标、有盼望，也是会归属的盼个人生。这首歌就是我想是受自己个诗篇23篇启发啦。等阵先讲话有其他个地方启发。好，我今日就甲大家分享自己个潮州个诗歌。甲潮州嘅声镜嘅好消息，希望我嘅同乡拢从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离开灾祸，进入平安；离开平人嘅人手所找嘅偶像，来到归乡创造人嘅，按照着伊嘅形象样式，来到创造人嘅天上嘅百姓。下一次再甲大家来到分享，我是Young Man，陈英明牧师，请。